关羽今天白看了。我告诉你，吕布也可以用这一队，也可以这种打法。懂我意思哦？想一下。火、木、光、水。看到白金的人就按刷新，谢谢万载，你这样就对了。哦，今天这已经最后一个占领了，我们看可不可以把它打下来。我是希望四个城都打下来。哇靠，六木哎，这个有点堵哎。哎，不要跟我讲残血这是之类的哦，吓死我！最多不是人手上做，但是有可能有人会把我打下来了，所以我先把他打第一名，最安全了。哦，这个是六星嘛，哈、哦，六星哦，对我有把握，我就直接转哦，上去了。哦，这个甩猪啊，手转七 combo 啊，平民百姓，我省了100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省了100点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有把握就用手转的，对。几木，六木哈，再省。一定要天降哦，一定要天降，再来，啊呵啊，哦鬼哦，赚到了，赚到了，这一波我一定把这个城打下来，六个哈。哇，你奶奶的这个蝶珠啊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什么时候伤害不够，蝶珠就会增加弱珠次数，增加弱珠次数就增加看不出，增加看不出就一次，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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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，这老婆3500起跳，这刚刚盖困了，看到没有？注意看啦、啊，四个城我都把它打第一，一颗石头而已。哦，所以没有关羽不要打了。3735哎，刚看到这个连我都不想打了。我看到这个分数，这还不够紧绷啊，这几乎都最紧绷嘞。剩余点数我几乎都留下来了，我又是最少嘛，2分17秒，我只超过17秒，最大伤害我差1000万啊，连级差5 combo， 应该这个是对了，应该是这个城应该是拿定了。好，可以看到，四个3到5 combo。哎，带你轻松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。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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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。